哎呦，发烫了！不是，你们让车过来，跑那边干嘛呢？哦，对，走错地儿了，哎呀，跑错了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小西，哎，你留点劲儿帮忙搬板子。你俩留点劲儿，咱们今天下午干的事还挺多的。组长，一会儿你搬吧，我没劲儿了，组长。那你俩去睡觉，我来搬吧。啊！再往前，师傅，停中间就好了。OK， 让你们看看震撼的一幕，迎接这一刻。算迎接4万块钱。哦，哦哦，耶！哦哦耶！哦哦。好呀！哎哎哎呀，几百块钱没了！花！哎呀，这咋办？哎呀呀呀，这就几十块钱没了呀！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呜！稍息，小心头。哇！哇！这么多！这后面3000都是辛苦的。这边是。花房，现在退出种植组还来得及吗？这也太多了，这咋谢啊？刚刚这说了5个多小时，这怎么够咋办啊？主要是人最多一次抱4盆，那我们就要走1000趟，1000趟除以3就是一人要走300趟，300趟两个来回等于说我们要走600个来回，走吧。我宣誓今天加入基建组。走了走了，不玩了。这4000花一个大头，摆4笼，一笼花房，3笼四户。可以。开的线最后一些，都要戴手套。行。来，给我来吧。没事。我打开。哥们儿的花园。怎么摆有说法吗？有，这边全部4000盆摆一个棚，这边吗？对，我们先把它卸在地下。好。你们几个卸了8点多。是吗？要找他们帮忙吗？我去喊大哥。好。大哥，一博，哎，能来跟我先谢一下玫瑰花吗？本来是借你们的，怎么变成你们借我们了？我们啥人也没借上，把我们俩给贴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哦，为什么不会引分身之术呢？我为什么同意他种玫瑰？花呢？不是送过来叶子就应该是枯的，是吗？对，他还得再找。没被骗啊，他？没被骗。哇，这么多，感觉到了有机肥的感觉，不对。30吨有机肥都卸了。也就4000盆花嘛，那不简简单单吗？搬吧搬吧，兄弟们，小心有刺儿。好，纯纯耐力，你人多怎么干啊？这边半截都能放的，然后能放从那边对这边摆。什么？周哥，您说？你进来。呵，这里面真热啊。你这边都好卸了，卸上，不然你没地方放的。我这么，他们一部分人卸，一部分人往上摆，行吧？摆，你要从那头对这边。对，先摆那头吗？再说你这个正好我踩了一下，你看这里你怎么摆在摆这个倒掉的啊？有的地方我把它平一下。不是的，就靠脚把它踩下去。哦，靠脚把它踩。哦，行。这软的嘛，把它渡渡下去。行，我靠脚把它踩下去。少熙，
咱俩往里弄，然后你们搬，我往里放。好，你们要往里搬，或者怎么样，或者怎么样？你们先往地下放，然后我往里搬吧。好，我站这儿接吧。行，卸车吧，兄弟。加油，兄弟们。这样快。都给你堆这儿啊！行，少熙，啊，咱们就按一排六盆，然后不平的地方我们用脚把它踩软、踩平。好，啊，这多快！哇，我这样配合挺好的。